容纳。学校新图书馆很大，可以容纳200多学生同时在里面看书。容器。这个放菜的容器很漂亮，很特别。它不像我们家里经常用的盘子。容忍。学校对学生迟到的行为一直是零容忍，所以学生都提前到学校。溶解。我把盐放在汤里，盐很快就溶解了。融洽。我在学校里和同学相处得非常融洽，大家都很友好。柔和。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，让人感觉特别舒服。柔。一粒沙子被风吹进了我的眼睛里，我揉了揉眼睛。若干。如果你现在不努力，若干年后你会后悔的。弱点。我们都应该学习别人的优点，克服自己的弱点。撒谎。他经常撒谎，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的话。塞。鱼用鳃在水里呼吸，人用肺呼吸空气。病了好久，他瘦得两腮都凹下去了。
三角。这是一个三角形，它有三条边和三个角。这个女孩同时和两个男孩谈恋爱，形成了一个三角恋爱关系。散步。他在互联网上散布假消息，说他看见三个警察打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。散发。小朋友在商店门口散发小广告，宣传爱护环境。散文。我把这几天在中国旅游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散文，发表在今天的报纸上。丧尸。这个意外的交通事故使他丧失了一只胳膊。嫂子。他的哥哥结婚以后，他的嫂子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。色彩。我喜欢色彩鲜艳、让人放松的画。刹车。开车的时候突然看见有条狗在路上，我立刻刹车。我的自行车刹车坏了，需要修理一下。刹那。在第一次见到他的一刹那，我就喜欢上了他。啥？为啥他还不来开会？难道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？
筛选。学校从30个参加游泳比赛的学生中筛选出5个成绩最好的。山脉。中国的西面是一片高高的山脉，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很少。闪烁。星星在夜空中闪烁。擅长。我会做中国菜，其中最擅长的是做饺子。擅自。老师让学生在教室里做作业，他竟然擅自出去踢足球了。伤脑筋。女儿不喜欢吃饭，爸爸妈妈为此非常伤脑筋。商标。公司成立前，已经把公司的商标设计好了。上级。在公司里，他是部门总经理，他的上级就是 CEO。上进心。他在工作上认真负责，而且很有上进心。三年后，他就被提升为经理。上任。1月20日，美国新总统上任。上瘾。玩游戏特别容易上瘾，父母应该尽量让小孩少玩游戏。上游。在雨季，长江上游的水暴涨，并快速流往长江下游。
烧。你能帮我把这封信捎到邮局吗？我饿了，打电话给妈妈，让她接我的时候顺便捎点吃的。烧。蝴蝶停在树梢上。少。我们一直期待的哨声响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我们赢了。奢侈。他挣钱不多，但总想过奢侈的生活。设立。公司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调查这个严重的问题。设想。对待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大胆设想，小心求证。有时需要为对方设想一下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会怎么做？设置。我在家里把公司的电脑设置好，这样我就可以在家工作了。这个手机声音太小了，我打开手机的设置，把音量提高。社区。因为家里经济困难，他高中毕业后先去社区大学读了两年。涉及到今天交通事故的一共有三辆车子。摄取。我们每天从食物中摄取身体所需要的热量。
摄氏度。摄氏度是一种温度的单位，液体的水结冰时是零度，烧开时是100度。申报。外国人坐飞机进入中国的时候，需要申报身上所带的现金以及水果等等农产品。呻吟。那个生病的孩子呻吟了一会就睡着了。绅士。他是个衣着讲究的时髦绅士，对人非常有礼貌。深奥。他总是想一些深奥的问题，比如，为什么时间没有开始？深沉。他深沉的歌声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。深情厚谊。去年地震的时候，全国人民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援，这种深情厚谊我们永远忘不了。